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做咗代言嘅話咧，我一定要對大家有個責任喺度啦。首先又有冇咩副作用啦？係咪真係咁好用呢？咁所以今次就好開心啦，咁可以代言呢個 Alacqua 嘅面膜。咁我自己試過我嘅感覺非常之好。咦，原來佢含量咧就係一啲好高礦物質嘅成分嘅海藍寶鑽石啦。呢個佢真係可以幫到我哋，佢係抗氧啦，同埋即係消炎嘅作用啦。無論你係咩皮膚都可以適合用。佢嘅物料好貼面，呢個係一種高科技嘅纖維物料，佢係好貼好貼，而且咧用完之後好明顯嘅感覺，俾我覺得就係皮膚好有光澤，同埋當時即時嘅細紋，同埋皮膚收緊嘅程度，呢個效果係非常之明顯嘅。因為我覺得佢面膜個首先個份量好足啦，佢哋呢個面膜咧就唔同嘅，係兩塊嘅紗布咧夾住一塊好似咧海底嘢咁嘅質地嘅一啲質地嘅嘢咧，就鋪咗喺個塊面上邊，然之後咧你就會感覺到啦，即係如果你好熱嘅天氣咧，你鋪上去冰冰涼咁，你塊面咪好舒服啦。如果冬天咧，你可以浸熱咗佢咧，然之後敷上去咧，好綿。好俾你好吸收得到，然之後用完之後咧，你會感覺到成塊皮膚咧係充滿咗水分咁樣。然之後如果你再開工啊、化妝啊，嗰個妝咧特別會 keep 得好耐咯。所以我極力推薦呢個面膜。呢只 mask 可以令到水分可以鋪完之後好飽滿之外咧。最重要就是個面色很均勻，咁變成咧就好似化咗妝咁樣嘅。咁你變咗有時出席一啲嘅場合咧，就以前都有少少化妝嘅習慣，因為會影相。咁但係今次我都冇化妝，我都冇化妝，就咁啱啱我鋪完呢一個 mask， 咁所以我極力推薦呢只 mask。咁我認識咗阿誇之後咧，咁我發覺佢嗰個咧，佢嗰個essence 啊，佢喺我做運動之前咧搽上去之後咧，佢可以幫我排埋我身體裡面嘅重金屬啦，排咗啲毒素啦。咁我試過一次咧，跑完步之後咧，搽咗佢咧，真係有啲黑色一點點咧出嚟。我諗可能咧就係應該我哋平時捱更底嘢啊，或者食得唔係好健康嘅時候咧，係嗰啲毒素咁啊幫我排咗出嚟，我哋嘅皮膚咧。大概7至10日咧就會有一個更新期，咁所以咧大概10日到咧，我哋就要咧去用一啲嘅 squid， 咁啊去磨砂，令到我哋嘅皮膚咧更新。咁我最中意咧就將 warm essence 啦，加埋個 squid 溝埋嚟用。咁啊沖涼嘅時候咧就哇好似滾攣咁樣搽咗上去啦。咁跟住咧沖涼嘅時候過水咧，咁我就發覺跟住之後搽 body lotion 咧係非常之吸收。我相信我现在讲的是很多一些比较不太离自己的面容的那些朋友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保持坚持一下，一个礼拜多几次，好像刷牙一样，让自己休息，让自己的面容更容光焕发，这是我诚意推荐 Alacqua。所以咧喺度咧，我真係好想極力推薦大家，無論點都好，可以試一試，試一下你哋係咪可以同我一樣有同樣嘅感受啊！